队长、曾总教练，还有陈杰宪，以及所有的台湾英雄，你们好，我恭喜你们了、将士用命，表现精彩，为国家赢得史上第一座世界冠军，也要感谢你们为国争光，将台湾推向世界的舞台，也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不是只有半导体，我们还有棒球，棒球是很强的。那今天的比赛，我身为一个球迷，我看得非常高兴的，因为非常精彩。我们不仅仅两支全垒打得到四分，而且完封日本啊，我们完全是靠实力赢得日本哈、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啊，包括很多球员都留下英雄泪啊，我们看得也非常感动，表示你们为国争光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。那我也会在总统府。用三军一队架起剑门，欢迎你们凯旋归国。我们企业界了哈，也能够因为你们杰出的表现，能够慷慨解囊，多报一些红包给我们每一位为国奋战的英雄。今天的最后成绩也是属于全台湾的，是非常的骄傲。也要感谢球员们，在一路以来，相信自己，然后我们拿到了。谢谢谢谢谢谢谢曾总曾总教练哈，运筹帷幄啊，偶像偶像，杰宪来，哇，杰宪你是英雄哎、欸、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同一面冠军到我们的世界冠军，将功折罪，将功折罪，杰宪你记得吗？你上个次那个世界赛的时候，我们刚好在同一球台南的球场碰到你，我那时候跟你说。其实我很欣赏你，因为你打法，你的打击最全面，打击最好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记得，我当场有跟你讲过。那、你真的这一次的比赛啊，你真的是非常精彩，非常令人钦佩。谢谢你哈，谢谢你为国有如此精彩的表现，谢谢你哦哈，谢谢。好，你们辛苦了哈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辛苦。
裁判，这边在裁判。没关系，你们现在很多开心。啊，一起休息，现在休息。还是我们现在很热情，先一起合照一起。好，一起来听台湾。听台湾。表现，你能想象他是一个带着伤上场的选手吗？这样的中华队，你们都不爱吗？谢谢。最感动的是几个从日职回来的选手发挥了实力，充分压制日本一军的全明星球队。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华职棒可以把他们全部签回来，是我们国家队的骄傲，中职的骄傲。谢谢。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一路看球赛的心情吗？从第几局开始很紧张，然后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关注日职的比赛，说真的，要打赢日职真的不容易，而且每一局都要很紧绷，很紧绷，一个失误都不能有。但是今天中华队、台湾队做到了，谢谢。所以我们拿到世界冠军。看了三十几年，世界冠军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冠军，今天是台湾的职棒，台湾的历史，请大家以后每一天都进场看球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